广东名镇石塘镇。前方发现一座塔。哦，这塔有点斜的，是个小斜塔。真的是斜的，它跟那个门口这个牌坊的门看起来一对比，有个参照物一对比就看到它是斜的。哦，水口塔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有什么来头。这真是斜的，怎么看也是斜的。水口塔，仁化县文物保护单位。水口塔重修碑记。水口塔建于明朝，由于该塔基础原因呢，该塔中轴线向东南方向倾斜80厘米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塔是斜的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水口塔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。1986年6月，公布为县文化文物保护单位。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民族瑰宝。这个怎么能上去啊？我好想上去看看呢。有没有楼梯？嘿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就自己吓唬自己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我看见上边的塔梁了，木头木质结构的塔梁，最上边，透过那一层层孔洞。但是这个塔应该是不可以上去的。这是什么叫那个叫比萨斜塔，这个叫水口斜塔。看完了水口塔，沿着这条小路溜达溜达。这里种的都是葡萄，说是要6月份才会有果实。石塘古村到了。这个小狗太任性了，在马路中央，在马路中央蹲坑。好吧，那我就耐心的等它蹲完吧。那个小短腿还往后蹬呢。你看，又上那个门口，又去撒尿去了。太任性了。那有卖西瓜的，西瓜要不要买个西瓜吃啊？这两只小狗应该都是很小，还很顽皮。哎，好小，它才几个月吧？他做妈妈了，做妈妈啦。他是母子啊，啊，难怪那么亲密呢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哎呦，长得挺好看呢。丹凤眼，是吧？丹凤眼。好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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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广州的是吧？嗯。旅游来了。对，我去那双峰寨看看。旅游到双峰寨。
吃饭都进行饭店。OK， 没问题。溜得累了我就回来。就前面这个饭店。好。三层楼的。好。嘿，买了。买了一个小西瓜，这个小西瓜又把我的冰箱开起来了。等一下，中午睡个午觉，起来就有冰镇西瓜吃了。开机设定，怎么应该设定？零度。其实不怎么样，这个。但是人家已经开了，你看这里有点没熟的样子，凑合吧，总比黄瓜好吃是吧？这个三个啤酒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哎，哦，还能放一个，哈哈！你看我买的西瓜，大小正正好好。咚，关上。现在21度，看看多长时间能到零度。